Guess there's no point thinking about it. Perfect timing. Now we're starting to act like a team. Ew. You like flirting with me? Knock it off. Get in the car. Oh my God.好，上位装备，然后这关就有一些秘密任务要做了，秘密任务啊，或是魔法石啊。Well, no point in turning back now. Not that that was ever an option. Yeah, time for some payback.Just you wait, you big bastard. I'll drag you all the way down here. Oh. Oh, 然后这边一直往前走一个平台，中段有红魂树。通过第二个血管有个神像，请购买一个。然后我先买一些技能啊，之前都没买。这个可以打下来吗？哎，可是我这技能怎么用啊 ？OK。他个冲刺斩，看一下冲刺斩怎么用。往后退，我冲刺斩怎么用啊？技能清单，这个长按 X， 左臂发光。立于地面时 ，YYY， 按 YYY 三 Y 停顿 Y， 立于地面时 ，RB 往后推 Y， 这什么？蓄力之后 RB 往后推 ，OK。RB 前推 Y，RB 前推 Y，RB 前推 Y， 没有啊，哦有了，哦 OK 好，有一个技，一个手感啊。
哇，爽快！我走哪里啊？这边的缺点就是没有地图让我看呢、啊。有时候就要想说，我刚刚到底在哪里？Guess that's my ride.到顶端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好。哦 ，OK，OK， 我知道了。这个要先打过才可以。就拿全部的红魂而已的。好，真好用。但已深入魔术，但注意，我也无法回头。走吧，干嘛？这可以打吗？不行，这边还有一个。哇，这帅哦！进去的啊。为什么觉得这边东西很机械手臂很多个？胖起来，不要活动这个。这好恶心哦！你能跳下去吗？
是刚才那个红纹手是要先打。Damn, 哦，这样拿不到是不是？哇，这么多只！哇耶！我靠！我逃远点，逃远点。无差别攻击。快死快死了。太大意了，太大意了，我的红纹石没了。哎，那好像从手臂上到前面，算了啦，就不打了，随便了。哎，那我的。就刚刚那个洞啦，那个洞要弄一个冲刺，应该弄那个机械手臂是那个冲刺的，才能喷过去的。不过懒得试啊，就随便吧。这是什么？这个是 over， 好换。这边取得碎片，进入第三条。好。All right, going down is the only way, huh?上面有什么？我刚刚从那边下来的嘛。另外一条应该这边吧。好吧，算了，我不想看了，赶快过关。我进度落后太多了，当然已经破完了，我还在这边。大范围的、哦，
欸，我是走反的，你看就会这样，没有地图就这样。那个踩人的声音好恶哦。哦，第二条血管。Where's it gonna take me now？好，进去吧。哦，圣人雕像可以换技能跟道具。哎，宇宙天地赐我力量。然后这边要买一个这个，哎，会这个吗？OK， 可是我有吗？那我装备一下哈。换这个。然后买个技能好了。这什么？空中歪歪，停顿歪。好，这个什么？后退被下攻击后，好，就这样。好，我们继续前进。然后前面有一个拿魔法石碎片要弄。二段跳加那个冲刺，机械手臂的那个冲刺。前面那里吧，哦，前面那里，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去。啊啊啊！可以从渡岛吗？最近的检查点。好，快转！有哎、欸、有哎、欸，好，继续吧。我一定要跳过去。耶、yeah ，有了，拿到。简单嘛，没有难度啊。那前面什么？可以跳下去吗？哎，好像可以哎。真的不用打是不是？哎，真的哎，就省了那一段路了。借助手臂跳力，右侧应该停一台，剩下骸骨一个导点，一个隐藏空间。那走哪里我不知道，随便走了。进去这个吗？Express elevators? Someone's a lousy architect. 好，
out of my way, Wynn. OK， 继续走。啊，那他快跑出去了。哎呦，回岗。上面什么？这里是下去上得来吗？我看一下。所以先去最高处，这边先不要，是吗？是这样吗？最高处好像有东西吗？失算。好，先去最高速。最高速哪里？这里吗？这里。我看到了。那这里耶，我是第三个，所以刚刚那边是可以的嘛？好。所以刚刚那边应该是有道具的啊，没错。我没吃到。这个恶魔猎人舞就是你要收集一些东西的话，你就是要这么麻烦。但没办法，这游戏就这样。对，金魔法石。下去吧。
这里。达成目标不触及地面。这次要一直打啊！这次要一直打那个。我朋友跟我说，他打这一关打很久。绝对会走惨的啦。然后嘞，第一个可以不用打。哎，哦，这边就要跳过去了。OK， 好，重试。好久了 ！Oh my god！ 哎，累死我了！啊，好，我回去吧。又要听到这个声音了。好，上去吧。哎，像一个东西可以拿哦，这个哎，打完他就有这个蓝魔法石啊，藏到后面，然后再进去。这个真好恶心。Good, finally made it. Now, about that payback. 哦，这原本回来的地方吗？第一关的那个 boss 吗？ Does it still work? 为什么这有电话？Think you can make it all the way here? Duh. Who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to?太夸张了，那为什么主角这么辛苦走大老远的路，直接跟你的车来不就好了？应该没有什么装备啦。
扩展。我可以到八个，是不是？是什么？得玩几次？好，就这样。好，准备打 BOSS 啊！Go！ 之前一模一样吗？Think it's good to be king, huh? Not for much longer.